高雄市去年雨季几场大豪雨，短短时间就造成本馆路及球场路区域大淹水。由于又碰上上下班时间，塞车及不便，让许多民众大大抱怨。今年水利局因应提早规划，进行鸟松区大昌路地区雨水下水道改善工程，将大大降低淹水几率。为了解决鸟松区本馆路、球场路淹水问题，水利局去年底已针对路口办理了一些应急改善工程。那今年度更筹措了800万，办理上游大昌路瓶颈段的改善工程。那这个工程的主要成效是将上游水能导入另外一个平程路的雨水下水道系统，减低路口的雨水下水道系统。改善工程完成以后，应该可以大幅减少那个本馆路、球场路淹水的情形。水利局在检视本馆路及球场路周边排水设施后，发现上游大昌路雨水下水道局部段束缩，降雨后径流排放不顺，为减轻本馆路雨水下水道系统负担，高雄市水利局预计在今年3月底封闭大昌路道路中央施工，预计5月底前完工。施工期间大概是今年3月底到5月底，那在施工期间会封闭部分的车道，那请行经该路口的那个市民朋友听从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小心行驶。由于施工期间将封闭大昌路中央路段以及进行道路管制，将加强布设安全措施以及交管人员协助指挥交通。高雄市水利局提醒市民朋友，行经该路段时请依指示行驶，期间造成的不便也请用路人见谅。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